时间到了啊，我们要让你起来。让你起来的时候有点步骤啊，因为腰已经完全的松掉了，如果不小心起来，你容易闪腰。所以很多人就自己要起来不可以，或在家里你想要自己躺，很危险的动作。为什么？你下得去呢，往往就起不来。哦，一起来的话就这样闪腰了，或者呢没有躺正，身体本来不应该歪的，反而更歪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起来的时候呢，有一点步骤哈。来，你说啊，打开，放在我拉着我脖子，好吗？我会让你。你收下巴，收下巴，我要把这样起来。收下巴，你没有收下巴，好，没收下脖子会受伤，好不好？ Okay. 来，来，把子拆掉。你能够四块是很柔软的，屁股抬起来，酸吗？有点点哈 ，OK， 你是大腿酸吗？嗯，好像是这个地方。哦、oh, ，OK， 脚踝啊 ，OK， 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你身子整个向左边看，连脚一起过来，啊，屁股向左边躺下去，落地，落地，啊，这里慢慢侧身下去。我这边的肌肉有一点好像要抽筋。哦，没关系，来，你先过去。躺下去吗？对，躺下去。来，小伙子，来，会抽筋是吧？来，这个是一股两股的救命，赶快把它开一开。还有吗？不会。不，我跟你讲，我自己拉一下就好，因为我觉得刚刚是一个角度的问题。因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抽筋呢？有时候是你的内旋太厉害了，内旋它就会抽筋，但是那是物理性的，如果生化性的就是缺钙或者缺或钾，哦，不平衡啊。比较脾肾的人呢，不能吃钾的东西啊。为什么？不是我，我那个抽筋的问题还没有改善，改善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，因为我们有学过抽筋自救。一股疗法的抽筋了，3秒钟就解决了。哦，这样吗？好，我教你，来，这只脚，对，来，立起来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还抽吗？好一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。哎，怎么样？没松掉？松一点。等一下，我再转一转。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问题，没有完全。嗯、这个脚。在这个位置，有点痛。经常会抽筋吗？没有啊。还有抽吗？还有一点点。我按摩一下好不好？好。Cut 一下。